婆婆，今天刚好我跟阿雄认识十周年了。十周年怎么了？今天是我和阿雄认识十周年的纪念日啊。下午也没事，我们一家人出去逛逛吧。认识十周年有什么好纪念的？真的是，生活总要有点仪式感嘛，不然多枯燥啊。我不去，你和阿雄去吧。好吧，婆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我们带回来给你吃。不用了，家里还有那么多东西。嗯。喂，阿雄，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。珍珍，你在哪？我和婆婆在游奈里呢。阿雄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不就是平常的一天吗？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马上摘好了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好，我在跟客户谈事情，先挂了。哎，今天是我们认识十周年啊。太阳这么大，赶紧摘了回去。嗯。二叔父，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嗯。二叔父，你把地拖了，我去烧水。好。爸，十周年快乐。Baby, baby, baby, oh,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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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准备好享受这个浪漫的周年庆了吗？干嘛？这么等不及吗？嗯。妈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跳得不错嘛，继续啊。妈，我给你买了张躺椅，你看一下。这么大一张折叠躺椅，一定很。又落花浪费，不贵的嘛，你快试试。阿雄，你穿的这么正式要干嘛？结婚时没拍成婚纱照，你不是一直很遗憾吗？今天我们去拍婚纱照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别去了，很贵的。我一个朋友在一楼做摄影师，让他帮忙拍几张，不用钱的。真的？那可以。妈，你也一起去吧。我还有事，你们去吧。拍完晚上回来吃饭，别在外面吃。嗯，婆婆，那我们走了。嗯，走。哎，来啦。嗯，这个就是我朋友潇潇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那我们选一下衣服吧。好，就这一件吧。嗯，可以的。好吧。我直接转给你，在我老婆面前你就说是帮忙免费拍的。好的。阿雄，好看吗？太美了，简直是倾国倾城了，看到都醉了，油嘴滑舌的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边拍照吧。好。怎么办，阿雄？我有点紧张。紧张啥？有什么好紧张？我第一次啊。我也是第一次。来看镜头，自然点，笑一下。月光送我空气息，我的爱放不走，我是一时你的光而已，只是因为你你好像会想逃避，透露关于真心，我会画掉场景如飞舞的铅笔，将美好赠予你，你会长出羽翼。生日快乐。婆婆，你怎么也会弄这个啊？你说的嘛，生活要有仪式感，快去吃饭。妈，难怪你不让我们在外面吃饭，原来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啊。谢谢你，婆婆。两个人过日子更需要的是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和尊重，而不是这些花里胡哨。生活需要调味剂啊，偶尔浪漫一下就不会那么枯燥了呀。吃饭。嗯。阿媳妇，大中午要去哪？婆婆，葡萄不是熟了吗？天气这么热，我去摘点回来做饮料。这么大太阳摘什么葡萄，不怕中暑啊？跟个小孩子一样。篮子给我，家里米没了，去买一袋回来。好的，婆婆。
哇啦咪哇，不爱我你。喂，婆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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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打过来也不说话？不爱我你是傻瓜。婆婆，婆婆，这么大太阳摘什么葡萄？不怕中暑啊？不会去摘葡萄了吧？婆婆，婆婆，哎，婆婆，婆婆，你怎么了？婆婆，你没事吧？婆婆，没事，头有点晕。婆婆，坚持一下，没事的，走。怎么回事？婆婆可能中暑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大中午让妈摘葡萄，你怎么想的呀？真的是。妈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卫生院。对。珍珍，你受伤了，能走吗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阿雄也真是的，你受伤了也不管你，还责怪你。他也是太着急婆婆了，我这点小伤没事。我包里正好创可贴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谢谢你了，小林。小事情，来，我送你回去。我没事，你去忙吧，我歇会自己走回家。估计阿雄和婆婆还得过火才能回去。我也没啥事，正好陪你坐会儿吧。你呀、啊，一个大小姐，跑到我们的山沟沟后悔吗？不后悔，阿雄在哪，我在哪。真羡慕啊，你们都结婚这么久了，还跟恋爱期的小情侣一样。哪里啊，都老夫老妻了。哎，小林，你谈对象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我这一晃都30了，我爸妈老是催我赶紧找一个，要求别太高啥的。我倒是想找啊，实在是没有碰到喜欢的。那你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？就是要踏实可靠，能专心过日子的。只是现在这种好男生真的太少了。妈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嗯，哎，珍珍怎么没跟过来？臭小子，你刚才说话语气那么重干嘛？还不赶紧去找他？我这不是太着急了吗？那我去找他。去吧，别怪他，是我自己要去摘葡萄的。嗯，妈，你又不是记得打我电话。嗯。珍珍，阿雄，婆婆没事吧？都怪我。没事，不怪你，刚才是我太着急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阿雄，看来还是老妈比较重要，老婆也受伤了都不管。什么？你受伤了吗？我看看。没事，不小心刮到了。对不起，你受伤了我还帮你丢下不管。傻瓜，我又没生你气。好吧，来，我背你。不用，我能走。快点，上来。阿雄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怎么不回家？摘葡萄给你吃。你去摘。他温柔容易偏执，爱人却爱一次，只是去上岁月时书写风走回家。嗯，爱你的每个秋日，月光从夜空前行，朝一个方向逼近，不是一时间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，都落光阴的心，我会画这场进入飞舞的铅笔，这美好的雨里你会长出雨衣。来吃饭了，婆婆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想吃葡萄，你也不会中暑。傻孩子，不怪你，是婆婆自己也想吃。阿玄不知道情况，说话重了点，你别放在心上。笑笑笑，你知道当时我有多难受吗？罚你洗碗一个月。那，你说的没生过气的。现在生了。哪有这样子？谁让你凶我的？哼，婆婆。婆婆，
婆婆，你不是跟阿神去招标吗？过来干什么？婆婆，我来摘点品相好的翠冠梨，一起带过去给陈老板尝尝。不早一点准备，时间都快到了。放心吧，婆婆，来得及的。做事情毛毛躁躁的。等等，好了没有？好了。走吧。婆婆，我们走了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我们得抓紧了，别等会儿迟到了。放心吧，现在过去来得及。嗯。老人家有什么事吗？行了就有口苦。有。慢点喝。老人家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给儿子转到高次。老人家，您儿子在哪里啊？不问津的，迷路的。那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？老人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正义。那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儿子叫阿弟。大名叫什么？阿雄，这怎么办啊？这老人家好像不是我们这里的。天气这么热，先送他去我们家吧。这招标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他这样总不能丢着他不管吧？出了事怎么办呀？行吧，一开就在他。老人家，第一次。好。开慢一点啊。嗯，好。婆婆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位老人家迷路了，又什么都不记得，我们就先送他回来。啊？我去倒杯水给他喝。妈，你先照顾老人家，招标快来不及了，我们先赶过去。别急，路上慢点。来，老人家喝口水。老人家，这蛋糕都化了，你要带去哪里？这是个儿子阿迪生的。那你儿子几岁了？阿迪是一岁了。那么小啊？那他在哪里上学啊？我儿子开公司，我要去他公司去。十一岁开公司吗？喂？怎么办？迟到了。我打个电话。你好，陈老板，我刚刚有事耽误了，我带了翠冠梨过来，你在哪里？我拿过去给你尝尝。不用了，我不跟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合作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陈老板，今天真的有事耽误了，以后不会的。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，我这边有事，先这样了。走吧。嗯。啊！你怎么又到处乱跑啊？啊，李丽来了，我带蛋糕给你吃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吃。幸好我儿子儿媳妇在路上碰到带回来，不然老人家这样子在山上一个人多危险啊！今天多亏你们才没出事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应该的，老人家上了年纪，有时间多陪陪他。嗯。哎。大姐，你家有翠冠梨要卖吗？有啊，我们自家农场种的，量挺大的，你尝尝看。我是做水果连锁店的，你电话留一个，回头我联系你。农场是我儿子的，我把他电话留给你。好。哎，大姐，你儿子是阿雄啊？是啊，你也是做水果的，应该认识他。好，那我先带我爸回去，回头我们再联系。好。月光从夜空前行，朝一个方向聚集，不是一时间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阴的心潮，我会化作成你在我的前。好了，耽误了也没办法，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啊。嗯，我就是有点不甘心，我们翠冠梨品质那么好。没关系，大不了我们自己慢慢摆摊也是可以的。喂，陈老板，啊，真的啊，谢谢你了，陈老板。好的，好的，行，嗯，拜拜。妈，真真，陈老板答应跟我们合作了。真的呀，太好了，他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你说巧不巧，今天那个老人家竟然是陈老板的父亲。这么巧啊，难怪。这就叫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。嗯嗯，吃饭吧。